看这一题，它假设哈 ，A 是这个数了 ，B 是 A 的根二次，根号二次方，请选出正确的选项。我们看第一小题，它说哈 ，A、B 大于一啊，一小于 A， 对不对？我们看哦，这多少？这 0.7 多嘛，所以一减 0.7 多啊，是10的 0.2 多次方了，这当然。当然大于1，为什么？因为10的零次方是1嘛，所以说大于1这是对的，第一个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第二个选项，第二个选项他说 A 小于3，对不对啊？ A 小于根号3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我们来看 A 的话，我两边给它取 log 好了， log A 是1减多少呢？2分之根号2了，那个log 根号3是多少？二分之一哈 ，log 哈三 ，log 三大概是0.4771啊，0.4771，这个大概多少呢？除以2的话大概多少？0.2236，298，28，大概是0.238，它是多少？这是一减掉的，这是。1.414 嘛，1.414，所以大概是0.707啊，所以是大概是零点多少呢？293吧。0.293有没有小于0.238？没有了，所以呢，第二个选项是错的，就是这个的话是错的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呢第三个选项。第三个选项的话，他说 A 的平方，它有没有小于多少呢？小于 B 的呢？这个根号三次方呢？好，那我们呢就把它带进去看看啊。我们看这个什么呢 ？B 是等于多少？B 是等于 A 的多少呢？根号二。那我们知道 A 它的底哈，它是大于一的。好，那我根号三次方，根号三次方就等于 A 的根号六次方了。好，那现在那个底是大于一的嘛？那这样的话哈 ，A 的平方它有没有小于哈 A 的根号二次方、根号六次方？根号六次方，这有啦，为什么？这个哈，这个二的话是等于根号四，根号六比它大，所以第三个选项没有了，第三个选项成立了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这个第四个选项。第四个选项的话是说哈，这个十的哈0.4次方，是不是小于 b？ 小于多少呢？十的呢0.5次方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 b 哈 ，b 是多少？b 是等于 a 的根号二次方嘛，就10的一减二根号二，它的根号二次方嘛，就等于多少？10的根号二哈减一，好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1.414嘛，对，大概1.414，所以这个是大概是10的0.414的，0.4多了。这个值的话呢，是介于0.5跟0.4之间嘛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第五个选项哦。第五个选项的话是说哈，这个 A、B 哈，它的这个根号呢二次方啊，它是不是小于10啊？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哈，这个是吧？这是 b 的话是 ，b 是等于 a 的根号二嘛，a 的根号，所以是 a 的根号二，所以这是 a 的呢一加根号二，然后根号二次方，这个是等于多少 ？a 的多少呢？二加根号二，a 是多少 ？a 的话是10的呢一减二分之根号二。乘以多少呢？二加根号二，这等于多少？就10多少呢？这个乘以的是二，
这个乘以是多少？这个乘以就是一啦，所以是二减一，二减一是一，啊再加那个交叉项，交叉项的话呢，这是根号二，哎，啊这也是根号二啦，所以是根号二减根号就零啦，所以是一加零，所以是十啊，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十，哦不，它没有小 s， 它等于应该等于才对，哦这两个应该相等，所以第五个选项是错的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一、三跟四。